又到了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易经高级班，所以呢我们有这么好的机缘啊，都是在我们的天恩师德，还有我们祖师的弘持，以及我们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还有我们前人以及各位点团师的提拔。那怎么呢，在研究易经的心法，还有道统的心法啊，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已经步入到第33卦的天山遁，好啊，所以呢，不知道是卦里的奥妙，还是一个巧合，所以你看看啊，我们今天要上天山遁，王永庆呢金银之王王永庆昨天就永世长辞了，所以你看看他遁世无闷啊，真的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好，所以就好像我们台湾失了一个，失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什么至宝之人。好，所以你看他在经营的里面，他在经济的一个什么推广下，造福了多少一个人类。好，包括说他具有的相当丰富的一个爱心。据说他也曾经捐了5000万元，然后呢去研究一些什么细胞疫苗。然后呢免费的供所有的台湾人呢来注射疫苗，所以呢很多很多的善行啊，真的都是我们为他来的非常肯定的，所以也是我们效法的一个什么目标啊，所以真的天山遁就这样遁开人世间。好，请各位浅显呢我们来看天山遁卦的大概的含义哈，它大概有一个逃避的一个含义，因为遁就是什么躲起来的意思为什么要逃避，可能是因为这一爻这个卦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小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小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不隐遁那还得了所以君子呢就可能遁到那郊外去了怎样待时而动，有如当时的六祖慧能祖师他的师兄弟呢在追赶他，所以在这不得已之下呢他要怎样遁到那个打猎的人刚好遁了15年所以你看看碰到天山遁的时候就是不要锋芒太弱，一定要蓄养其德待时而动这是才最有智慧的人。好啊，他也代表了什么隐遁所以可能看破风尘，然后呢隐遁起来，所以以前的贤人甚至圣人呢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隐遁的功夫，所以你看看当时的老子要过那个函谷关所以被大将军发现之后觉得紫气东来，这个人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不是普通的人，然后呢又请老子留在那函谷关隐遁了将近5个月，所以留下了历史上的一本道德经，所以影响我们中国人包括影响整个地球中的人非常非常大所以你看没有这隐遁5个月真的这一本道德经就没办法出现了，包括孔老夫子你看看从魏国呢要还回鲁国，所以呢回去也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他也隐遁起来了，因为他知道天不得死日月无光地不得死呢草木不生，人不得死呢命运不能亨通，水不得死呢海浪不平所以他也知道这种道理已经没有得时运，再继续把道传出去呢也没于事无补何况他已经68岁了，所以他就用隐遁的功夫，然后呢召集他的弟子一起来完成45经，所以你看这个隐遁的力量太大了，如果他当时没有走这一步棋可能我们今天要读45经就很困难了所以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数据呢来研究他，所以你看看才有人能赞叹孔老子怎样天不生钟鸣万古如长夜，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因为它影响我们中国人太重要太重要了好，还有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功成而不居，因为呢就好像一个人呢怎样一
生一世呢，哦，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国家，包括为我们整个道堂，哎，牺牲奉献，哦，默默的耕耘，哎，在所不辞。可是呢，他怎样？哎，完成之后就怎样？功成而不居的，再见塞又拿拿了，哦，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天山顿得什么最好的功夫，哦，啊，所以你看看我们道中的老前辈者，大部分都是这样。哎，最后就隐遁起来，所以你看隐遁的最最得切的就是我们师母老大人啦，啊，哦，所以你看当时他来到我们啊台湾，在住在台中，然后呢，他为了什么一封检举的信函，所以呢，他宁愿来求老母慈悲，要来抵我们兄弟姐妹的一个什么罪过错，啊，哦，啊，你看他就自己把自己啊关起来。啊，关键就是隐遁，都是功成不居的一个含义的。好，所以他愿意用他的一个什么啊，他的德呢来感召我们。啊，也希望老母呢，让我们兄弟姐妹啊，好好来什么修持啊，来好好来补垢啊。好，啊，所以呢，这是师母的一个隐遁，功成而不居啊。好，啊，所以你看看，以佛家来讲。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哎，佛光山有个叫做心灵法师，他也是功成而不居。为什么？哎，你看看，他也是从年轻的时候从中国大陆来到我们台湾，他就是开什么呀？一直推广了佛教的一个法门，所以呢也非常的不容易，就在高雄那边佛光山呢建设了整个大道场。哦，所以整个佛教的大道场呢，在他的引导之下，也非常的蓬勃。好，哦，啊，可是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然后呢，就怎样？哎，这一些这里的大道场交给你们了，哎，我要隐遁了，我要功成而不居了。所以你看，他到处逍遥自在啊，这个就是遁光。哎，真的，我们这些功要懂得走呢。哎，不要说我这负责这里的。结果我们已经负责五十几年了，六十几年了，已经七八十岁了，哎，人家说 LKK 了，哎，你还在在那里掌权，该退的时候就是要退，哎，啊，可是退了不是什么都不管，然后我们要了解哦，像心灵法师他身退了，哦，可是他还是到处在宣扬佛法，哦，他的心还是在佛光山，时时刻刻的怎样在照耀着他们。好，啊，所以这个是这样子，而他的主权呢，就交给什么他的一个后水了，他的下辈啊，他的一个青少年，所以这样呢才有生生不息呀，啊。好，啊，所以天山顿就是告诫我们这种功夫，所以他还有一个逍遥自在，所以你看看他没有隐遁的时候，就没办法达到逍遥自在啊。因为一天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太多，都要他一个人来处理啊，好，啊，所以呢，他就是一定要选择这一条路，隐遁退居，然后呢，他把所有的责重的大任交代给下一代之后，真正得到逍遥，好，所以甚至还可以把佛法传到中国大陆，传到美国，传到各地方。所以这一步的功夫太重要了，而不是说哦，我握这个掌权，哎，死死的不放，都不是这样。《易经》绝对不是教我们这样子的，它教我们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隐则隐，该遁则遁，这个就是《易经》的真正的功夫了。好，哦，好，啊，所以呢，真正的没有办法隐遁，没办法功成不居的话，我们没办法得到那种逍遥自在的什么逍遥游，哦，所以你看当时的庄子为什么他可以写下逍遥游，他的意境他的心境就是达到天山顿的这样的功力的。好，啊，再更深的呢，天山顿卦他叫我们要顿入空性，哎，不是顿入佛门而已哦，不是顿入道中而已哦，不是顿入某个地方而已，真正的是要顿入我们的空性，我们的自信佛，时时的自我反省，时时的自我回光返照，这个就是顿入空性。好，好，啊，再来呢，哎，这个等一下会有详细解说的哈，哦，啊，再来就是避难。好，所以呢，可能有碰到某一些困难的时候，哎，该什么隐蔽的时候就不要客气，哎，就怎样该好好来隐蔽一下，像现在越南那边也还没公开。
所以我们在办也可以办，可是就是要怎样隐蔽一点哦，不要说我、哦、要现在办大物，然后三彩就带去了，然后就办得很轰动，哎，连名的替我们杀敌，哎，真的是这样的。中国大陆也是一样，不是不能办，哎，他说怎样，你要安慰手己呀、啊，啊，啊，然后呢，安静一点，守法一点，不要疯狂开路啊，啊，所以呢，这样就是怎样才可以会把那个大陆呢慢慢的扩展出来。等到哪一天呢真正的公开的时候，要如何办得啊多宏展，那个要看个人呢、啊、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一个什么道理出来的。好啊，所以碰到大难的时候我们该避则避啊。所以以前呢就是孔子三千弟子有一个，哎，他很可爱，他很听话，好、哦、所以呢他怎样，哎，老师叫他说怎样，要出入当中就要从正门出去啊，哎，不能爬墙啊，不能走侧门啊，不能走小门啊，通通不能的。所以有一次呢，在战乱的当中，刚好呢，哎，大家都要逃避了，结果门都关住了，哦，啊，那个墙哦，刚好倒了，哎，倒了啊一个洞，然后呢，所有难民就从那里跑过去，然后他就站在那里，兵士说：“赶快走啊，你还在站在那里做什么？”他说：“老师说，哎，君子要从正门出入啊，不能从这个小径而出啊。”哦，哎，那个什么，哦，那个兵士哈、哦，听到哈、哦，啊，就准备回礼，好、哦，他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那么固执，哈、哦。当然，孔子讲的是有他的道理啊。啊，真正碰到那个生命危机的时候，哎，留得青山在啊，不怕没柴烧啊，啊、哦。包括我们现在金融风暴，或者跟大家讲。要懂得避难，很严重哦。哦，或者有一个玉山银行的啊，那个球友啊，啊、哦，每天都一直在打球的，他跟霍水讲啊，哎，他说这个只是刚开始，明年初才是真正的开始。哦，你看看，因为他很内行啊，啊，所以呢，他说从外国开始，而我们台湾呢，可能哎很多工厂面临倒闭，面临关门了、啊。哦，所以真的，哎，现在你看，今天又一个什么旅行社关门了、啊，哎，很多公司都裁员了、啊，哦，啊，所以呢，真的，我们该如何来什么避这个金融风暴的大难啊？要有那种见解，而且他还给后世一个资讯，他说明年中旬呐、啊，哎，房地产一定大跌，房地产呐、啊，所以如果你想买房子的话，哎，且慢，再等一年吧。真的哦，哎，这个人逃过来，哦啊，所以这个是他跟后面的指示的一个啊方向啊。其实你来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因为到那时候可能公司很多人裁员了、啊，哎，要没工作做啊，哎，啊，然后大家都一起要卖房子啊，啊，那时候可能房子都没有人要，所以就一直大跌了。好啊，所以这个我们该如何来避这个难，我们都要怎样有心里要有数哈、哦。啊，然后就是遁世啊。哎，所以就看破风尘啦、啊，要来顿世无闷啊、哦。还有顿心，哎，什么叫顿心呢？就是不是本心呐、啊，非我无欲啊，就是真正的哎顿日到我们的心开啊，独已经真正的汇入我们的一个妙智的，这个叫做顿心啊、哦。啊，所以你看看，如果我们掌握啊随道的话，没有掌握那个本心的啊所在。水火无意呢，我们不知道在修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呢，好、哦、啊，所以就很可惜。所以呢，时时刻刻的掌握你的一个心性，这样子呢，八九不离九啊，八九不离十的哈、哦。好，还有遁跑，哎，所以你看看啊，该跑的时候就是要跑的，哎，因为很世事难料啊、哦，碰到什么事情呢都很难讲。所以呢，在高雄啊，有一个前线也是一天班的。然后他在上班，哦，啊，结果呢？现在啊，以前说每天都有工作做，然后呢，过了一阵子呢，一天工作15天，再来现在是怎样？一个月工作8天，人家本来是工作一个月工啊休息8天的，他们是工作8天，哦啊，然后他就啊这样没工作做，啊没工作就没有钱可以领的嘛，好、啊，然后他就冻了挂。动了过的时候呢，或者跟他啊看一看，结果说，哎，请他再赶快去找别的工作，因为这家可能哈、哦、有危险的，
哦啊，所以他又熬了一个月之后，真的没办法熬得下来，所以他就赶快怎样，哎，要临跑了，要跑路了，所以他就到处去找工作了。所以该换工作的时候，真的你又赶快要临跑，哎，要跑得快，不然的话，等到人家裁员，等到人家赶我们走啊，那个是很不好看的了哈。好，啊，包括你看看姜太公为什么要遁跑？哎，你看以前后水讲过，他就是得罪了妲己，然后妲己派人家把他杀了，所以他就借了水遁就遁开了，遁到渭水河那边。你看天天在那里逍遥自在，好，啊，所以你看他没有遁开的时候，可能生命垂危啊，所以他也就没有办法，哎，真正的拿那个封神榜哎来做封神的动作。他也没有办法跟文王来做契合，就没办法武治周朝的一个什么朝代了。哎，啊，所以你看，一个正人君子啊，碰到危机的时候，该跑就要跑，不用客气的。哎，该隐遁的时候，就是要隐遁的。为什么？就在等待时机。姜太公就是这样子的。好，啊，所以你看，他那时候就赶快隐遁，哎，到那边去什么？哦，去钓鱼了，等待时候啊。然后遁入空门呢，因为我们常讲一直得到九玄七子呢尽三光，一直成道九玄七子尽超生，所以呢遁入空门啊，找到我们的啊如动的一个自信佛，让我们的自信佛哎越来越光亮，越来越怎样啊越圆融，所以呢让我们把那个鱼呢不好的呢赶快把它拨云见日，所以呢常进入那个空性啊，自然而然哎我们的自信就越来越圆融了哈，所以这个都是遁的一个法门。好，啊，这个呢讲起来遁日空性是最重要的一环，所以后水呢把它列在最前面。好好，六祖慧能祖师啊他说心地无亏自信这样，心地无痴呢自信慧，心地无乱自信定，不增不减自金刚，生去生来呢本三昧。好，所以为什么他要讲这一句话，他这一句话就是说最重要的如何达到戒慧定这三步功夫啊，因为有一个哎他的弟子呢叫做智成，他来问戒定慧的功夫，好，啊，所以然后他就帮他解析这个自定慧的功夫了。所以我们往往哎讲的戒定慧都是外面的哦，守十条佛规，守十条大愿，那个就是我们要守戒的，然后你有戒的时候你才可以真正达到中规中矩的，哎，你的心呢我们的心才可以真正达到一个定力，哎，啊，我们的心可以达到定力的时候智慧才可以生生不息啊。可是六祖慧能祖师啊他真正的很厉害，哦，虽然不是日，可是他就是可以一针见血的把那个戒定慧从自信里面能勾勒出来，这个是六祖慧能祖师他非常特殊的一法，所以他才讲说心地无灰自信戒的，他说自己的本心啊没有过错，这个就是什么自信戒的。好，哦，他说你看我们如何让我们自己的本身没有过错，我们有那种把握吗？很难讲啊，真的呢，因为这个都是文字波罗而已，可是在落入一个现实的社会太困难了，真的是太困难的。好，啊，所以我们要时常的哎怎么样啊防患未来，注意我们的心念，这个本身就是我们起心动念的，啊，啊所以起心动念可以怎么样如如不动，甚至可以哎生发出来一个心念都是纯善的嘛，哎，往往我们哎一个念头生出来啊，这个人呢，啊，我看得非常的讨厌，哎，那个就是怎么样有过错的，哎，一点的心思生发出来一个什么不正确的心念，那个也是一种过错的。如何来掌握？唯有恶意动机，真正的还没生发出来的时候，你就把遏制了，这样呢就是在修心养性的。好，啊，所以可以达到真正像他讲的，自己本心没有怎样过错的，那个就是自信戒啊，这个是自我要求最好的一个戒律的啊。后来他说心地无痴呢，自信慧啊，啊，所以他说自己的一个什么本身没有愚痴，就是自信的一个真慧的。好，所以我们的一个啊心性当中
不要让他真正的落入愚痴两个字。为什么？因为何其自信，能生妄华，本来都有圆陀陀光亮亮的一个主自信啊。所以呢，让我们的自信我生发，让我们的一个潜在能力，哎，慢慢的源源不断的来怎样生发大悲愿，哦啊，所以这个哎就不会落入愚痴了。自然我们自信当中的一个妙智慧啊，可以源源不断的，就好像哎水龙头的水开下去啊，源源不断，哦啊，所以这个就是要去开发。所以有一位法师啊，叫做延培法师啊，他说缘起的第一支是无明，就是十二因缘法，第一个就是无明的意思，是过去生平所起的一个烦恼。所以啊，我们今世今生啊的一个无明从哪里来？就是前世因缘所累积到今天的，所以它有专有名词，所以叫做什么是过位。所以无明的活动啊，不是浮空的，是寄托在过去的五蕴生命，哎，生命体上动的。所以这个是过位呢，上的一个五蕴啊，如今已经果熟了，总名为无明。哎，意思也是说前世的因缘啊，受了五蕴的一个牵缠啊，然后呢一直牵缠到现在，所以又来转世为人了。转世为人之后呢，这个因造下去的果就成熟了，所以落入今生今世就变成一个无明。所以无明的人是最可悲的，哦，所以你看我们还没有来求道，还没有修道之前也是一个无明啊，哎，认为人生就是享受第一啊，认为人生就是赚钱最重要啊，哦，所以我们还是被这个无明的一直牵缠着，一直到了我们的寿命是一直点之后，然后呢恍然大悟啊，就破除无明，自然智慧成长啊，哦，所以呢，这个是啊，这位法师所跟我们阐述的。所以他说，心地无乱呢，自性定啊，自己的本心呢没有散乱，就是自性中的一个真定的。好，哦，啊，所以呢，我们碰到什么事情啊，一定要如如不动哦，不要说碰到事情呢就吓死了，碰到什么哎事情呢就怎么样啊，手脚都慌忙掉了啊，这个不行。哎啊，所以时常的守住自己的自信哦，让他真的不要慌乱之下，哦，所以有一次啊，后随的一个家里哈，哦，那个什么电磁炉啊，电磁炉爆炸，哦，啊，结果那个电磁炉是瓦斯的嘛，啊，电磁炉爆炸之后，刚好它是剩下那个什么瓦斯一直抽过，啊，一盏火呢就在里，哇，一直喷一直喷，哎，啊，然后呢？啊，后水的妈妈在浴室里面啊冲凉洗澡，哦，啊，后水的太太看到啊就慌叫啊，哦，就不知道怎么办，哦，啊，甚至呢开口大骂，然后后水开上去的时候，哎，看到这种很慌乱的场面啊，哎，第一个动作是说什么？赶快把那个这瓦斯桶关掉，啊，那不是没事了吗？然后关掉我就洗了，啊，洗了就没事了。哎，啊，那个什么啊，电磁炉呢，就哎再买一个就好了。好啊，所以我们碰到事情，你一定要用冷静的心来处理，就可以逢凶化吉了。好啊，不然的话，真正的外面的世界已经过乱了，我们心性怎么还可以乱呢？哎啊，所以这样子自我的约束、自我的调整，自然达到自性定。好啊，所以什么叫做定也？一切的智，一切的种智，道种智，无私智，为佛陀独有啊！好，哦，啊，所以呢，真正的禅定最好的功夫啦，就是可以深挖一切的妙智。哎，啊，所以呢，这种的一个道苗智呢，包括无私智呢，哎，谁独有的？据说佛陀啊，真正达到这种一个境界的。好，啊，所以我们都还是继续的努力，继续的来探讨，继续来怎么样研究它，要好好真正达到这个定的一个功夫。所以文殊菩萨呢称为大智，观世音菩萨呢哎称为妙智，舍利佛呢小中圣的一个什么，他也称为大智。好啊，所以呢真正有定的话，智就可以生发出来，没有定的话，智慧就很难生发的。好，哦，啊，所以他说不增不减智金刚啊，他说我们真如的本性呢坚定像金刚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金刚经要以金刚来取名？
佛陀当时啊，他的形容也是跟六祖慧能祖师一样，他说我们自信佛就像金刚一样，非常的一个什么坚硬哦啊，所以呢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把它毁坏掉的，所以就用金刚这两个字呢来做啊形容。好啊，所以六祖也借着说不增不灭，他说不增不灭的，哎，无形无相的啊，啊，我们凡夫也没有比较少，圣人也没有比较多，都是一样的。好啊，所以只是说我们有没有被污染了、啊，我们有没有被迷失了？所以佛跟众生差在哪里？一个是迷失的，一个是什么开悟的。所以开悟了，我们就是佛了；迷失了，就是众生了。哈、哦，所以他说：“生俱生来本三昧啊。”所以此生无论行住坐卧，来去都住如了，但无始却本的真我三昧来行事，自然而然可以达到这定慧的功夫。哎，这个很好讲，可是不好做。或者跟大家讲，真的是这样。可是我们朝他的目标来继续加油，哈、哦。好，我们从他一个字体呢来讲，天山顿，好、哦，所以你看天山顿呢，一个月，其实这个是一个落日旁，所以落日旁呢旁边都有很多种诗，是叫做猪的，好啊，所以呢叫做什么骂逼，好、哦，或者在研究易经当中呢，那一点刚好是。哎，天山顿的光，哇、哦啊！所以刚好是口蹄疫的一年呐、啊，哎，啊，所以口蹄疫呢，哇、哦，发生的很严重，哦，那个什么猪呢就被宰杀了，哦，甚至呢用啊那个阿兵哥啊用那个棍棒呢啊把那个猪一头一头的活活把它打死啊，打到都手软了，甚至呢有人呢都是怎样神经错乱的，猪的灵魂去把找他怎样算账的，哦，所以那时候啊闹得非常那个什么。啊，很大，而且呢，很残忍，好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骂逼，所以那时候或者老师啊，大家开会的时候就说，跟天山顿有什么关系？哎，大家就绞尽脑汁啊，哎，口蹄疫这个猪跟啊天山顿有什么关系呀、啊？所以最后老师做总结的时候，他说，你看，哎，骂逼、啊。然后呢，怎样一车一车的再去把倒掉呢？这个就是什么口蹄疫的写照了，哦啊，所以以我们道中来讲，是一个人的一个业力的清产，哎，所以一个人的业力清产呢，真的太可怕的。所以呢，神通比不过业力，这是在佛陀时代呀、啊，目犍连尊者呢跟释迦子的一个什么名言？为什么呢？因为前好几次当中呢。释迦子的人，哎，怎样啊？去抓很多的鱼，而、啊、那个鱼呢，就好像我们池塘里面的鱼。然后呢，释迦子的人呢，就把池塘里面的水抽干了。然后呢，哎，每一只鱼呢都怎样把它抓起来？其中有一只特别大的，哎，当时呢，佛陀就是转世一个小孩子，看到的时候呢，哎，那只大鱼在那里浮浮沉沉的。然后就用一只呢小棒子给在他的头呢敲三下，哎，他结果就造下了这个因缘果报了，哦，所以一直转到释迦子的时代的时候，这一群的鱼虾，还有那一条那个啊什么大鱼啊，就转世另外一个族的什么，另外一个族人，啊，他要来报复，所以呢，他就想要把释迦子的人通通杀死啊。好，包括那时候佛陀也头痛了三天，为什么？因为他好几次之前给那一只鱼呢敲三下头啊，所以他今生今世得到果报是头痛要三天呐、啊。好啊，所以这个啊事情呢，目犍连尊者发现到了，所以他说：“佛陀啊，老师啊，我用我的神通来救我们整个的释迦族啊。”哎，佛陀啊说：“神通比不过业力啊，还是没办法的。”可是目犍连就不相信，就怎么样展露了他的一个什么神通？因为目犍连尊者呢，在十大弟子里面啊，神通第一的，真的。啊，然后他就长了神通之后呢，就怎样？等到那个兵马要进入释迦子斩杀的时候呢，他就空啊飞在空中，用他的波呢，哎，然后呢，选了500位的一个青少年朋友啊。哦，枪中的人呢，通通把他救在锅里面，然后又腾空而飞了。结果呢，到了安全地方呢，把这500个男男女女青少年倒出来之后，变成了一些的血，
哎，阿所以你看看，他才相信佛陀讲的，哎，神通是比不过业力的。哎，啊，你看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我们今天来随喜神通有什么用？你不够业力啊。今天我们来随喜卜卦算命啊，哎，你很会帮人家算命啊，很会看啊，看人家的影像啊，很会怎么样断人家的因果啊，有什么用？还是没办法抵过业力啊。哎，总归一句话，好好修道办道，那就对了，都行功都两愿就对了。不管我们前世怎么样，反正那个已经过去了嘛。好，哦，啊，所以你看，连目犍连这么厉害的人都没办法抵过业力，何况我们是凡夫呢？哦，啊，所以这个啊，就是以日语来讲，所以济公活佛才跟我们讲说，在修道办道当中，应该不断的提升自己，鞭策自己，方能充实德性的慧光，而减少因果业力的一个什么牵缠呢？哦，啊，所以他叫我们哦，要不断的自我的提升，哎，不然你看看，哦，一晃你看，今年又到十月份了，十月份又马上到了，哎，所以一年又赶快过，啊，又要过去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自我的提升，自我的要求，不然的话，虚度光阴呐，啊，哎，没有办法真正落实来行动了愿。好，哦，等到愿力牵缠、愿力来挑战的时候，真的有时候跑不动啊，跑不掉哦。哎，啊，所以你看，我们要不断的提升，而且要自我的鞭策自己。哎，如何鞭策自己？所以天山论教我们就是要啊鞭策自己。所以你看，哎，立天自我的要求，看一看，至少要看一点钟的闹书嘛。哎，至少要背一段的一样经文嘛。哦，至少要来看看《易经》里面的内涵嘛。哎呀，这样子，哎，经过十年的光阴，二十年的光阴，你的境界就不一样的啊，哦。所以要自我的偏见，方能充实德性的慧光，自然而然可以减少了因果业力的牵缠的哈，哦。好，所以呢，哎，天山遁代表了什么？海豚的意思。哎，因为这里嘛，海豚的豚也是这样写的啦。好，哦，所以呢。哎，海豚有什么特色？海豚它的动作很快，它浮起来的时候哦表演，然后飘起来哦霎间呢就不见它踪影了。所以代表说我们在隐遁的时候就是要快，不能慢慢吞吞的，不能三心两意，不能是要啊怎样啊，好像要又好像不要，这样都是产生很危险的。所以当时刘邦还有韩信还有张良。所以我们都知道韩信跟张良有什么不一样？哎，张良懂得功成不居，天山遁遁走了。韩信呢就留着，哎，还在那边呢，希望刘邦呢封他为什么？哦，封他为侯啊！啊，所以就最后呢死得非常的惨。好，哦，所以韩信你看这么厉害的人，本来是在项羽那边呢，啊。哦，啊，项羽看这个韩信啊，哇，以前反正啊。走过人家的胯下，这种大男人啊，啊，他没有出息的，所以项羽啊就不用重用他。可是张良很厉害呀，啊，很识才的，知道说韩信这个人非常有能力，哎，所以他是啊，他是一个大将之才啊，不是一个小兵之才啊，所以才跟刘邦建议说要好好重用这个韩信，好，啊，然后真正的张良就把韩信请过来，来帮忙刘邦，最后也成功了。哦，所以用一个十面埋伏呢，啊，把那个把敌人呢，通通把他围死了，哦，啊，所以啊，来一个乌江自刎呐，啊，哦，啊，所以项羽就这样惨死的。所以呢，你看韩信已经成功之后啊，张良就赶快跑走了，然后韩信呢还在那里等待的论功行赏，所以最后就被刘邦的太太真正的把他杀死的哈。所以这个道理叫我们真的，哎，该遁的时候就要赶快遁了哈，哦。包括刘伯温也是一样，所以你看看刘伯温虎子的，哎，他一个太子，哎，什么人啊？朱元璋，哎，所以把他虎子成功之后呢，哎，他知道朱元璋啊杀人不眨眼的，很多功臣就被他杀死了，所以他会易经。他神机妙算，所以他说他如果不遁开的话，可能有一天也会怎样守在朱元璋的手上，哦，啊，所以呢，他就真正的跟朱元璋告辞了，跟他怎样要啊离开，
所以呢，志愿在不让他离开，所以他才来一句什么？哎，就好像跟女孩子在一起玩嘛。志愿在看到说，哇，你这么老的人还在跟那个女孩子一起玩呢、啊？哦，啊，哎，不受贵呀、啊，哦，啊，然后就帮他这句话，所以刘伯温就跪下来。感谢朱元璋的他的金口，恕他一个惯事不死鬼，哎，不死鬼啊，所以呢，他就得到一个逍遥自在啊，所以这个就是刘伯温他的一个什么智慧。所以我们人呢要懂得功成身退啊，为什么？因为共患难容易啊，共享受呢非常困难。哎，历代很多的英雄豪杰，你慢慢去看，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哈。啊，他说共甘啊，共苦呢是啊，共利弊，所以可以共甘又能共苦的人是君子哦。能共甘不能共苦的人就是凡夫了啊，所以凡夫人都有私心，所以可以啊，共甘共苦的人哎才有力量，同甘共苦的人才有希望，同甘共苦的人呢才有美好，同甘共苦的人才可以见真心。所以呢，同乳同啊，共荣事啊，共名誉也。所以呢，我们在道中，你看看我们的前辈者，都是跟我们怎样同甘共苦，而且他们吃的苦比我们还上了百倍万倍。好、哦、啊，所以你看，我们何德何能，可以让我们前辈者这样的照顾？好、哦、啊，这一些，哎，他叫我们真正的，不管你在哪个场合。都要懂得同甘共苦，尤其在我们大道场的一个推广之下，大家互相扶持，大家就好像哎同人卦，两人同心，其利断金，这样的来同甘共苦，才可以真正产生最大的力量还有希望啊、哦！好，以全相来讲就是空，你看看整个卦象来讲就是什么啊、哦？巽卦的空啊、哦，这个是全相的。所以孔子讲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啊。好，所以你看这个风向，一个正人君子，他带动整个风气，哎，带动整个读经的风气，带动整个修道的风气，带动整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性的风气，这个都是很好的。啊，阿师呢，这个就是我们要目前要做的，我们要把。哎，达到世界大同的一个理想，把它推广出去，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啊？我们，所以一定要把它推广出去，所以让它变成一个什么啊？空气，所以让各国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呢、啊，这样子我们才不会来啊白来到这个人世间，好、啊，所以这个入也，哎，所以就是要深入，哎，就要什么隐遁。所以或者跟大家讲哦，这里的隐遁不是说我跑到深山里面去躲起来，都不是的，因为我们这一期的修道是不是像青阳期、红阳期那样子，白阳期呢就是真正的再成不染成，好啊，所以你说要隐遁才可以深入啊，那我怎么办？我们借用的，哎，人家在休息的时候，我们隐遁在我们书桌，好好的深入其境。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白羊节的修持法门呐、啊。哎，不是说我抛妻离子啊，然后道都不管了，也不去渡人了、啊，我去挖一个山洞，然后隐遁在那里，这个没有效果的，甚至也不合乎我们现在的修道士，所以不啊，这个不理想。所以我们就是说，哎，有道务的时候尽量来参拜，哎，有人的话尽量去怎样度化他。哦，然后呢，闲暇之余啊，好好把心静下来，深入其心脏，哎，好好隐遁下来，自我的一个自净，达到啊定境会的一个功夫。好、哦、啊，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他跟我们讲说，投入才能深入，深入呢才能悟入，悟入才能会入，会入才能啊自入，自入呢才能超入，超入才能超凡入圣。因为巽卦为入也，为风也，所以都是一定要这样。如果深度不够的话，可能我们只是这样，哎啊，随到皮一点点啊，更深的可能更怎么样是吧？找到肉了。而我们要的是什么啊？不是骨哦，而且是精髓啊，骨髓啊，那个才是我们要用啊要的东西啊啊。所以他有啊，他说没有天山遁的话。你要达到里面的精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啊、哦，好，我们以仙落地同位来讲，啊、哦，它代表一个什么西北角，
为什么？哎，乾卦在怎么样？在后天，在西北角。艮卦呢，在怎么样？先天在西北角。这个卦就是先后天同位的。哎，阿班代表了什么？我们落入后天的时候，我们的金刚体藏在怎么样？西北角，就是藏在灵山呐、啊。哦，所以才有灵山啊，佛在灵山啊，莫名求啊。所以他说，欲求灵山见我佛啊，先从异地啊，伏魔君啊。所以他说，你想从灵山去找到你的真正的话，从哪里着手？意，意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意识。从那里降魔君，因为前面的六字都好像是魔君，他牵引我们落日凡尘，他牵引我们心动，哎，所以呢，就是怎样从你的意地来怎样把它降服其事，所以不要用意识来做事情啊、哦。所以呢，意识把它降服之后，你的自信我就自然流露出来了，那是很自然的。所以呢，你讲出来的话就是怎样？回啊，自信的一个什么展露？哎，你做出来的事情都是合乎天理的，这个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师尊老大也跟我们讲说：“身外无佛也，心外法难寻。回光返照者，常体如来尊。”啊，所以呢，他说：“哎，心外是没有佛的，哎，心外要寻法就是非常困难。”所以叫我们常回光返照的话，哎，我们可以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如来尊，什么叫如来佛，什么叫自信佛的。所以呢，总不会遗忘，就是要从里面去找才有的哈。蔡根谭也跟我们讲说，望得功名富贵之心相，便可什么脱凡了。望得道德仁义之心相，才可入圣。所以我们要脱凡入圣，哎，超凡入圣的话，第一个就是要真正懂得放得什么啊？放得下，把功名富贵的心通通放下了，甚至可以达到连道德仁义的心通通放下了。啊，你说这个样怎么对呢？道德仁义不是很好吗？我所跟你讲，我们自信佛里面本来没有道德仁义这些东西的，没有这些仁义的。哎，啊，也就是说，哎，本来清清净净，什么都没有。哦，然后呢，我们本来就有的那一些八德啊，已经什么啊，不见了。所以呢，做了很多昧心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圣人才要把这一些怎样八德又把它哎先聊出来啊、哦、啊，不然你看看啊，以前没有识字的人，哎，他很孝顺的，他不用说哦，教你说这个孝是这么写的，然后你就要守孝，你要行孝，他才懂得去做孝哎孝顺的事情，不是的。哎，八德是很自然就流露出来的，哎，所以六祖才跟我们讲说，哎，诸佛妙义啊，归观文字啊，这个跟文字都没有关系的，跟这个道理是一样。本来我们这些道德仁义也不用讲的，也不用说的，自然而然就流露的非常微妙的，就是失掉了，圣人才要再把它讲出来嘛。好、哦、啊，所以呢，这样子可以真正通通把这些哎功名富利啊、啊富贵啊、啊道德仁义通通放下的话，自信佛就真正的达到圆融了。好、哦，好，请各位浅显呢，我们来看他的啊卦辞。他说：“顿亨小利真也。哦”啊，所以顿就是隐遁的意思，他逃避的意思，也代表静止的意思。啊、哦，这个刚刚有讲。啊，为什么天山遁会亨呢？遁不是不好吗？为什么变成用亨通的呢？这个圣人很厉害，哦，他就打个比喻说，如何能说亨通呢？就好像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哎，有时候说，哎，这条路可以通哦，然后就走进去了，哎，走到最后，哇，进入了一个石像，哎，啊，碰到石像什么？你不能硬闯吗？哦，你要怎么？以退为进啊。哎，啊，所以然后就把它退出来。这个并不是说，哎，不是向目标的地方前进，而是另外找一条路可行之路呢，抵达我们的要去的目标。哎，啊，是不是？哎，然后进入石像之后，你导出回来，你还是继续走啊？哎，还是怎样啊？迈向我们目标一起走啊？意思是一样。
所以这个天山顿不是叫我们永远躲在那里都不动，永远呢关在家里都不出来，这个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才可以得到亨。好，所以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修持法门，在家里就是好好深入其境，好好来研究道理。哎，出来的时候就是要发挥我们这一个礼拜所顿悟到的一个妙法。哦啊，这样呢，一日复一日的，我们真正的才可以啊，达到自信、自信说法，还有达到一个自信的开发，自然而然可以达到亨通。小利真，他说眼蔽小人啊，哎，不受其利用，也未必不是君子直道而行的。消灭小人是大利，顿蔽小人是正道的小利，所以他才有小利真。啊，就好像说我们今天碰到什么事情的。哦，或者有一个朋友啊，骑了一部摩托车啊，哦，然后骑，他是靠怎样？哎，啊，靠着边走的。然后呢，他后面刚好有一部什么轿车，哎，也没有开方向灯，然后呢，看到那个槟榔摊啊，准备要买槟榔，噗，也就从他的前面呢切过去呀，啊，他刹车不及的就怎样啊，迎面把他撞下去了。好，哦，啊，他是一个女孩子啊。撞下去之后，哦，那个人很凶呢，真的很凶呢。哦，然后就开始开骂了，说你骑这么机车啊？难道都没有看车子过来的吗？啊，哦，他自己没有打那个方向灯，不会认错了，啊，就一直骂，骂完的时候就抽了500块，那拿去啊，自己开的公路赛，就这样子啊。哇，怎么这么凶呢？哦，啊，然后把槟榔又走了。哦啊，或者这个朋友，他是道亲啊，就青年界的啊朋友，哦，然后呢，哇，全身都是伤啊，哦啊，所以呢，回来的时候，或者才跟他讲说，不用紧了，恶人自有恶人治啊，你不要跟这些人哦，哎，怎样，这个过意不去啊，哦，还好还有给500块，哦啊，其他不足就自己聊，哎，自己来负责了，哦啊，所以受到皮肉的受伤那还好，哦啊，所以这个。头过一劫也不啊，也算不错的哈，啊。所以真正的，哎啊，我们啊要把小人消灭啊，哎，那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我们何必跟他过不去呢？如果我们真正的像这样讲的消灭小人的话，哦，可能我们也要怎样入狱的啦，啊，可能患上了什么杀人之罪了，好，啊，我们尽量什么，哎，对啊，哎，避开小人。哎，以后呢？你看到这个恶人哦，哎，看到这个小人哦，一定有什么不好的下场，因为他恶，有人比他更恶，真的，啊，比他更恶就吃定他了，所以他就倒霉了。我们哎，得不偿失，要跟他一般见识啊，好，哦，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处事方法哈，哦。好，他说啊，患子跟我们讲，顿亨，顿和亨也。刚当位而应，于时行也。小利真啊，由近而长也。啊，顿之持矣，大矣哉！我们有没有发现圣人写文章都是这样？什么卦他都大矣哉，太好了，太好了！天山顿他也说太好了，太好了！哇，真的意境太高了哈，哦。所以呢，顿亨，顿而亨也。君子顿避小人呐，啊，在入位是趋。哎，也就是说，啊，君子为什么要隐遁？为什么要避开小人？这个是委曲求全啊，哦。可是伸张的正道于公理的，所以君子守志在道，道生则什么？君子之亨。所以呢，我们常常讲，修行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就像这一段话的一个含义所啊的所在。所以天善顿就是要怎样，让我们好好把心境顿下来。这样子，我们道路才可以开广的更广更多，哎，让我们哎怎样？该开挖的时候尽量去开挖，该休息的时候好好的休息，我们才有足够的体力、智力各方面的能源来好好开过啊道路的啊。他说刚啊刚当位而应，于此行也。他说君子在此时候呢，想要有所作为。善可怎样急功近利，死而后已呀，不一定要啊顿避，这是君子进退大大的关键。言辞乃可以进也可以退之时的。好，哦，啊，所以天山顿，哎，就是怎样，哎，他不是叫我们一直隐遁啊，他叫我们怎样，你要视时务为俊杰，该怎样，该进的时候你就要进，该退的时候你就要退。
好，所以他才说与死行也，就是看时候去做。啊，这个谁来做决定？看个人来做决定。啊，所以决定好的时候啊，来下一个是吧？像我们以前不是那个每个礼拜都有台风嘛？啊，台风我们都有班啊。啊，有班的时候怎么办？哎，所以我们要懂得易经就很好用。啊，然后呢，后水也是那边的一个领任嘛。所以呢，啊，组长就打电话来说，啊，你认了，我们这一次班是不是要取消啊？你们看台风很严重的，哎，然后他在讲，或者就卜个卦，啊，然后大众或者就跟他说啊，不要紧啦，那个台风哦，吹不到跟高雄来，啊，我们继续开了，哎，啊，真的很奥妙，台北很严重啊，南部哦，什么事情都没有，还出太阳呢，哎，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真正的，哎，你在做。最好的一个什么方便法门，小立真他说小人得势了，君子无大有作为，君子呢能持正义之心，善可作看有所作为也、哦、啊，所以他叫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乱世当中天山遁的时候，哎，我们一定要秉持的正义之心，哎，不要哎说小人那么多哦，然后呢看到世界大乱了，你也跟着乱了啊，这样子就不合乎逻辑啊，逻辑而长也。他说我们要有那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这有一个什么心智的那个志向啊，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卦是啊，小人道长啊，小人越来越多了，君子呢当然该牺牲的时候还是要怎样，哎，来牺牲小我完成整个大体啊。遁之时宜大矣哉啊，此遁的时候，哎，时机自为微妙，或进或退，或速或迟，关系极为重大，未必可以怎么样贸然啊决断，所以不能啊鲁莽从事啊，所以这个是天山遁给我们最好一个什么注解，好、哦、叫我们啊该进的进，该退的退啊、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大象子来说，天下有三遁，君子与远小人无物而言呢、啊？哎，为什么他跟我们讲这样子？你看，小人道长呢、啊，哎啊，所以他叫我们啊，哎，远离这个小人啊，远一点，不要跟他哈、哦，哎，一般见识啊，啊，所以无物而言呢，代表说不要以什么呀，恶声厉色的，哎，来怎样对待这一些人，要理啊，理欲生呢，理解自守啊。好，所以我们恨不得跟这一些人哦，在那里争啊斤斤计较，也不要跟他们啊再过意不去。好、哦，以前好像后水讲过，我们在开车在高速公路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哎啊，所以碰到一些司机呢比较不讲理的，尤其是太大卡车的人的货，有时候真的哎修养不是很好哦，所以他们在跟在你后面的时候，他可能要超车。甚至认为你是开慢的一点，已经开到100了，他觉得还是太慢了，所以在后面哦就按喇叭了，不然就开一闪灯了，叫你闪开闪开闪开，哎，那、啊、怎么办？你就赶快闪吧，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哎，他强由他强啊，他恶由他恶了、啊，看他以后会怎么样呢、啊？哦啊，所以我们在哎行车当中也是要以礼来相让啊、哦，不要跟他这样子一般见识。啊，所以有时候后水心里也不太平衡哦，哎，怎样呢？哦，他在后面一直吹啊，一直叫后水，哎，走开走开走开，好像一直闪哎，闪了好久哎，哦啊，所以后水就哦赶快让了，让他冲过去的时候，后水又回归那个主线了吧？很想也跟他一直按看看，看你这种感觉一样，哎，因为那个闪哦很刺耳的，刺眼睛的，而且很危险的。他觉得说啊，算了算了算了，修道人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真的是这样。好、哦，不然你闪几个看看啊，哎，我刺了你的眼睛看看啊。我、哦、说呢，啊，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好的行为，所以我尽量也不要去做那一些。可是碰到这一些恶人呢、啊，碰到这些小人呢，哎，我们就让他吧。哦、好，他说天下有三，你啊。啊，阴长之象是天山遁卦的一个现象的，就好像有如小人得势之时，君子如何的远离小人，而做到不恶声啊厉色，自求清净，独善其身，保啊保道育德，安善存良的一个什么境界了？
好，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消长卦啊，我们以前研究过，因为它的开始就是天子啊，哎，天空过而来的，所以过卦代表了一个小人开始的，哎，啊，所以小人到长，所以它慢慢的会一直升哦。然后第二爻被进啊占据的时候，就变成天上坤了。第三爻被占据的时候，就变天地痞了。第四爻被占的时候，就变成了变成什么封地官，然后呢就变成三地波，最后连波卦的最后一爻的生机硕果不死也会被破掉，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坤卦，黑天暗地呀、啊。好、哦、啊，所以呢，碰到这样的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时候，我们要有那种功力，也要有那种火候。该炖的时候就是要炖，好，然后炖奶的时候就是要培养习德，所以就好像说国家乱了，哎，盗贼很多，小偷很猖狂的时候，小人得势的时候，要赶快遁日空门，哎，所以呢，要遁日我们的国禄法门、道义之门、玄地之门、生日空性的门，守正不阿，方能避凶，哎，易经就是教我们功夫。轮到真正的这样的什么世界大乱的时候，如何来应对，如何来避凶，这个就是叫我们遁日空门最好的一个法门啊，不然的话通通没办法来怎样度过哦。好，好，啊，我们还有时间吗？好，还有10分钟。好，啊，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初六爻，哎，遁鬼力，勿用有幽王，象曰：遁鬼之力，不往何灾也呀、啊？好、哦，啊，所以呢，我得大概跟大家讲一下，由于时间也不是很多哈、哦。哎，第一爻呢就是什么遁鬼力。所谓什么叫遁鬼力？人将碰到这个国乱当中呢，就是要赶快隐遁了，要赶快怎么样跑了。结果第一爻哈、哦，他是跑得最最慢的。哎，我们把它列为这样子，所以这个人是跑得最快的，所以他叫做灰遁。哎，所以他是用亏的，跑得非常快，所以他是最好的爻。啊，然后这一爻是最慢的，哎，他是排在最后的，所以他跑得最慢，所以叫什么？哎，碰到了灾难了，因为该遁的时候这个人不遁，哎，该走的时候这个人不走，就好像寒星这样，可能就受遭殃的。好，啊，第二爻呢，他是怎么样？哎，非常啊，非常执着的人。好、哦，啊，所以他也不是跑得很快，所以呢，他这一爻也不是很理想。啊、哦，最坏的爻就是什么？第三爻，第三爻是跑得哎比他们还快，可是他遁在哪里去了？遁到家里去了。哎，然后就怎样？他的一心一意就是就细遁嘛，细遁就被什么婚前吃狂飙了。哎，啊，所以就被家里的情啊、爱啊、哎啊什么儿女之情啊、夫妻之情啊。这些情情爱爱的人被绑住了，所以呢，他没办法动开，叫他去国外开荒，说：“哎，我家里还有老婆呢，我还有母亲呢，我还有儿子要养呢，所以就没办法遁出去国外去开荒的，所以就被这一些什么家庭的一个亲情呢所缠住了，所以这样是最不好的。然后呢，这样就是好遁，好遁就很喜欢遁呐、啊。”哎，所以你看，虽然他没办法出去，可是他的心里已经都出去了。哎，他虽然在工作，可是他怎么样，时刻的在自我的反省，自我的充实。哇，那个录音带来 CD 就一直听，一直听，好顿。哎，第五爻就是加顿，哎，加一的加，加奖的加。所以他加奖的第二爻说：“哇、哦，你是我的一个什么大功臣啊！”所以加奖他，所以叫做加顿。最后一爻是什么？灰遁，哎，叫回遁。好、哦，所以因为他跑得最快，好、哦，所以就是该啊跑的时候，他是最彻底的人，好、哦，所以最后才可以真正达到逍遥自在呀、啊，好、哦，所以整个六爻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天山遁，哎，天山遁哦很好背，因为他多加一个遁，第三爻细遁，第四爻好遁，第五爻加遁，第六爻灰遁。安心能回来啊，不会回头，怎么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易经就是很容易的经，不要把它想很困难，就是这个原因哈。好啊，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啊，请各位浅浅的来暂停10分钟，等一下再来继续。感谢师妹，谢谢。